今天我代表国家颁证褒扬令给大家非常敬爱的韩光卫院士。韩院士的学历非常的丰富，生前不仅是美国海军研究院电机研究所第一位外籍的博士，更是国内唯一兼具将军身份的院士。戎马一生的韩院士，将一生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国家跟教育，无论在国防事业或者是在学术研究上，都有非常大的成就。韩光卫院士被称为是雄风飞弹之父，他在军旅生涯中成功的研发了雄风一二型的飞弹，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名扬国际拥有精准打击能力的九三飞弹。另外，韩光卫院士曾任教于海军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台湾大学以及原子大学，替国家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现在这些人才也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在努力，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国家对韩光卫院士的贡献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谢谢大家。李晨。